你们不要打，你们打了就啊，锤两个，他就放弃跑队了，你知道吗？锤两个，锤两个，我们不打扰，不打扰，不打扰。来，三二一，这不是有个互动？哎呀，不要说话，我打板。哎，三二一，开始。今天呢，我的频道请来了两个那个美女，怎么介绍我们呀？因为我介绍一下，说不太出口了呢。大家好，我是仙女安吉拉。大家好，我是仙女星星。你要说我是美女。OK， 那今天我们要聊的主题呢，就是这个山河令。就是我一转头看到的 Vivi， 就是到这里的黑眼圈，是太可怕了吧？我的黑眼圈大家都知道，就是一个。与生俱来的，而且我跟你讲，到这里了，今天不是，这过分了，不是，关键是呢，遮瑕我已经打了两张了，而且是李佳琦推荐的什么那个遮黑眼圈神器，你不要把李佳琦拖下水，你觉得我已经封尘了，今天画的像那个鬼谷的人，那个什么。那个什么，艳鬼，艳鬼之类的。我们说好的要聊《山河令》。我们决定在聊《山河令》之前，先画一个公主的妆给你。就你作为一个 idol， 这个是叫神是吗？不，你们确定能画把我画成龚俊吗？非常确定。你们作证啊！待会儿如果不是龚俊的话，他叫安吉拉，剪掉他叫什么？你现在是要搞我是不是？对，搞你。我现在到底有什么问题？我就知道，这个黑眼圈，因为我之前录啊，其实我就基本上打个底，是不是，因为我也不会弄。你粉丝没有跟你说，就是你真的有点太皮吗？啊，有，因为你，但是粉丝都习惯了。我跟你说问题在哪里，就是你眼睛真的太小了，就本人看真的是帅气的。每次看你的视频，我就说，少了点神。王颖浩发生了什么？就是、我直播的时候啊，我直播的时候，然后很多粉丝进来说，他说。哦，原来你是好看的，我说不是，因为我真的不会化妆。对不起你粉丝，问题是第一个是我觉得黑眼圈要去一下，然后第二个是眼睛真的有一点太小，就上镜会很无神。黑眼圈到底要怎么去？我真的已经用了李佳琦推荐的遮黑眼圈的神器。我不知道，就是那个镜头能不能看出来啊？现在他的黑眼圈是到这的，请放大，镜头请放大这里。镜头里肯定看不出来，因为调得很亮。这里，我跟你说，黑眼圈到这里，完全没有夸张。怎么呢？闺蜜君，你这补了一个特写机吗？那反正我们任务就是黑眼圈遮一遮。不是，任务就是帮我画成工具。哦，对对对，不是遮黑眼圈那么简单啊，兄弟。你的黑眼圈真的是不是啊？不是我化妆功力的问题吧？真的很难遮吧？我在给你黑眼圈鼓掌。他真的是打不死哎、欸！对，他真的很可怕。是，这个是想说。对，这个其实是一个腮红，给我的化妆小 tips。是的。他说腮红，你来下来，你往我眼睛里戳那。他说腮红往这边打，有那么少女感。I'm sorry。他一直往我眼睛里戳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换个角度。大家看了六七分钟的节目之后，我还是没什么变化。你腰背，龚俊妆的亮点是下眼线这里，然后会弄一点那个红的，然后有一点点亮的那个眼影。哇哦，妖艳！这里看起来是浓的吗？不浓吧，能看出来吗？观众朋友。可以看出来有画，非常的，但是会浓吗？不会浓，那快帮我补上，帮我这边也补齐，画好了吗？画好了，有像吗？有像工具吗？各位观众，你们来评鉴一下，真的很工。你要说有 get 到，很工，也不能说很工具，这样会被粉丝骂死吧？对，我们可不是你吹一下的牛。工具吗？哎，你要说前后有明显吗？接下来为大家截图对比一下。我好喜欢你，呜呼！我好喜欢你，呜呼！爱你，呜呼！好吧，那就完妆了。完妆，那我们就开始正式要录我们的《山河令》喽。对，来，开始。